头里也不舒服啊，也不舒服啊。我看到一个大飞碟啊，慢慢降下来，哦，形成了骨感，慢慢的降下来，形成了骨感，哦，他们就看了一下子啊，看了一下，曾经，计划过的那个，京城的广场，那一带啊，然后呢，以前还设想过，要告诉咱们人人平等，最后，发现同他们讲没用啊，还不如他们外星自己干啊，自己干，外星自己干，干了以后，干到一定程度，然后让他们受不了的时候，再听外面的呼声啊，听到外面谁在讲，把那个底告诉人家，因为你行动了以后，人家在出去要找答案的时候，有人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，就有人看了。你光在那边说，他们觉得好好的，就会把人认为是谣言，所以他们听明白了啊，外星听明白了，所以先行动啊，先行动，然后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各式各样的人猜呀，说啊，那个时候出手的时候，人家才听得进去啊，所以呢，先行动，这个才是根本的，光说道理没有用，好。明白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